拼多多提醒您下期看点。青春时的你都在干什么？沙溢、凌潇肃、王鸥、武艺、朱正廷，带你感受青春最好的模样。爱的魔力转圈圈，青春就是这样意想不到。走，快抽出来耶！武艺演出了一个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跨不出那一步。咔嚓，请微笑。青春里都是这样的嬉戏与欢笑。预备，开始。天哪，这张其实不是站立，这叫漂浮。回味青春小事，青春就是这样思绪万千。那时未见皱纹浮现，也自认不输今天的一凡和鹿晗。你是哥哥还是妹妹？哭也得去，不哭也得去。锁定在沙溢老师。沙溢，最后一个是沙溢。我一个人选了三个。这个环节叫沙溢青春三件小事。这一波好溜，好炫啊！不知道能不能再看一个？可以耶！可以耶！那个很简单的，可以试一下，双手双脚往里收缩，和脚向外打开。林潇肃，你这个动作够了。带你领略青春的坚持与热血。我并不后悔，因为我选择了同样精彩的烈火青春。感谢你们赴汤蹈火守护人民群众的安全，谢谢你们。军令。下周五晚，我们的青春正当年。